我听讲 Angela 昨个要闹自杀，你敢有甲伊注镇静剂，还是肌肉松弛剂啊？伊即摆身体状况，若一直注遮个药啊，伊个身体会挡袂牢啦。我哩只要回伊当话就好啦。看药剂是要用偌济量，会当互伊安静，这拢无紧。问题是，一直注遮个药啊，伊真有可能真紧就喘起来呢。这个不是我的烦恼的，照顾伊是恁的责任。加上连这恁都拢做袂到，那你挂永兴医院，规个关门就好啊。那是无法度拉拢张正浩。我也是要紧想办法逃走。我亲爱的小妹，她身体还阁未恢复的，你唔着爱少好好睏一下，好好静养，安尼身体唔才会当赶紧恢复健康。才会当活较久个啊！免活伤久，你要想嘛，我即马着家己死予你看，予你啥物拢摕无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！我有请病医，爱予你特别照顾。我甲你注肌肉松弛剂，予你连咬碎一个开来着拢无。姜伟啊！你就要好好伫咧遮养病，唔通想一挂有诶无诶。啊，若无你想看卖啊？到时候你也是无命。啊，等咱爸爸老客当个在生进前，所留来遮诶遗产，啊，搁有地下商会龙头即个位置，就去互商会五人小组来接收咧。啊，遐遗产我有一千五年拢无摕到，我是要来照顾你。照顾。你唔免讲个遐尔好听，你讲个照顾，就是把我送去精神病院。遐个财产，原本拢是爸要留予我的，若不是你用傲慕，你还早讲我有精神病，遐个财产，你哪有可能轮到你一个挂靠头生？我靠头生是干哪？只要我身上是有留着咱爸爸的血，我就有这个资格当来继承啊。敢讲你唔知影，爸消坏条文，还阁有继承权的用意，伊就是一生五年，拢无想要给你。之前你利用对爸的了解，假作是假当，迄个时阵，爸阁已经看破你的野心吗？既然也是无想要我，我就只有用我家己的方式来讨啦。你唔通忘记，你即卖是精神病患者，你喺法律上你毫无行为能力。我又果是你的代理人，我当然是有这个资格，会当得到你所有属于你的物件。所以我看你也是乖乖啊住伫迄边，我遐个钱要哪开，你免替我烦恼。我因为爸破病这段时间，心情无好，需要靠抗忧郁的药物来控制情绪。伊着怎去买收医生开假的诊断，讲我有精神病，硬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。你真正有够卑鄙的！你现在局势是站在我这边，你要做你尽量骂啊。不过我也是苦劝你啊，乖乖听话，唔通一尴尬就想要出事。啊，若无我就只有请医生的药啊，搁给你做较重的。安尼你就真正生不如死。
拄则来你病房的是谁？文哥。林哥。林哥是江宏杰。你甲伊有熟识？伫咧外口做遐尼侪杀人放火的代志，为啥无熟识伊？伊伫外口有真侪风光伟业，也毋过就算讲，我搁较安怎无想要承认，伊确实是我共爸姑母的阿兄。顶摆我讲为着要抢财产，明早我有精神病的人就是伊。伊为着钱做出这个代志，我一点仔都无意外。正好，你无想要趟浑水袂要紧，我敢会当拜托你，你甲手机较少啊，我会当求救就好啊。我捌答应过一个对我来讲真重要的人，讲我一世人会阁感谢这是非啊。所以我若是替你斗三工，江宏杰一定会找我的麻烦，甚至去牵连到我身躯边的人。所以真歹势，我真正无度替你斗三工。张正浩。哎，对啦，我拄只咧无闲，拢袂记时间啊。你敢知影即摆几点啊？我要哪会知影即摆几点啊？我无手表，无手机啊，房间内底。咱一个时钟都无，我着干那有送饭来的时阵，才大概知影几点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无安尼好啦。虽然我无法度替你斗三工，上无我会当送你一个表啊。那呢，你就通知影即马是几点，较好安排家己的代志。对啊，我头拄啊，干那有物件落落去眠床骹。敢袂当拜托你替我敲一下？好，我看卖下。面床卡无物件嘞。歹势啊！小阿金对，那呢，我先来保养啊。我已经照你要求加装监视器啊，安尼会用是无？已经是用的啦，只是讲，这若是较早装的，都袂遐尼啊侪问题啊。那安尼应该无其他问题啊吼？相公无啊？即摆阁有一个上麻烦的问题，是安怎恁一定爱叫张正浩做 Angela 的主治医师啊？是安怎？我一定爱选你，因为张正浩是全台湾治疗心脏病，甲要开过器官错位刀的第一把交椅。你若要 Angela 活落来，只有张正浩才做会到。那你即马都开了啊？张正浩是安怎摆离开？因为有真侪危险的状况哦，拢是开刀完才发生的，啊，一个小小的并发症哦。真有可能随时搁要入去开刀房嘞，所以手术了的保养甲观察也是真重要的。无唔对，那是要继续保证 Angela 平安无代志，恐惊的只有靠张正浩啊。好吧，快点，等 Angela 状况稳定了，张正浩一定都要马上离开，而且任何的消息拢袂当予伊知影。这个代言若是有任何的死角差，
卖讲用心约马上怪我。来恁两个暗抗张正浩非法医疗行为的代志，我来做一个甲恁算，恁知影无？你今麦来这要啥？来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啊。顺顺啊，上这有你。嗯。我俩准讲你是凊彩讲讲的尔，想袂到你真正送一支表啊给我。我应该是爱讲你真有心，还是讲你眼光真歹啊？有礼不通，我收得袂歹啊，还阁嫌呢。这个表啊是儿童监视手机，伊除了有通敲电话以外，伊阁有监听系统，另外阁有 GPS 卫星定位。既然你拢这么有心吗？我就勉强收来。你讲得不对，这间房间内底确实是有监视器。原来你迄天我借我手机啊。我拄仔讲过尔，别坐话，来说你。阿哥。你卖一直想要找这间房间的监视器里头，卡片让发现，你已经知影一件代志。好啊，检查完了，你的身体真好，无啥物问题。那呢，你较早休困咧。有这支表啊，我就有机会走出去啊。我有得到消息，阮爸的追思会办掉后礼拜，事到阮爸把所有的财产，还佮有商会的职务，拢留予我的遗嘱就会公布啊。一定会有公司的老臣，还佮有股东的反对，尤其是张宏杰。伊绝对会趁这个时间来出招，我嘛一定爱趁最适合进前对便宜倒出去。你敢会当跟我斗相共？无问题。你答应？嗯。啊，你进前毋是拢无啥想要插我？想怎会雄雄送我表啊？啊，即马。更像你阿嫂哩答应要搞到啥个？虽然我今摆阁无够了解，但过既然讲知影张宏杰是咱共同的敌人，那你这个敌人就是朋友。所以你甲张宏杰到底是有啥物恩怨？这不是重点嘛？现在重点的是要逃出去，来紧把握时间，跟你的人联络，我这边办做准备。